这个老外卷毛猫随手在纸上画了一条线当充电线，结果真的充上电了，有没有惊掉你下巴？居然画一条线就可以给手机充电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怎么可能呢？这也太忽悠人了吧！你这就不相信咯？怎么可能相信？要是真的能给手机充上电，这1000块钱就给你，当真？比珍珠还要真！今天我要赚大发了，拿出我珍藏已久的数据线。我帮你。为了喵姐的1000块，拼了！先把其中一头插进充电宝，另一边插在手机上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现在就让我为你们解开谜底。画一条线，连接两端，在两边多画一点，这样电流汇聚的更多。哦，亮了亮了！不对哦，这个是没有充上电，这个手机只是被感应到了亮屏。我知道什么原因了，视频里的明明是弯的，你的是直的，这有区别吗？让我来，让我画条弯曲的线。哇塞，充上电了，真的太神奇了！哇，这个视频是真的，原来墨水真的可以导电。1000块钱，别赖账。你这都好意思叫我拿？有什么不好意思？你自己看一下。Oh God, please no. 用纸盖住无线充电器，然后把手机放进去，这样就让大家觉得真的在充电了。你还以为自己在变魔术？还我手机！你们还知道哪一种神奇的充电方法呢？评论区说说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点赞，还有关注。喵耶！